疫情期间从外面来支援的这种医生，他们代表了一种力量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我在《中国医生》中饰演的是援鄂医疗队的一名成员，叫陶俊。我在《中国医生》电影当中扮演一个上海援鄂的一位医生。我饰演的是一名护士，我扮演的角色是医疗队的支援医护者，叫周兰。这个时候你只要进去，我就可以边把你边进去，这个就是呼吸的时间太短了。感谢现场有很多曾经援鄂医疗队的一些医生，手把手的给我们进行一些辅导。对对，就是感觉去和他们相处，这卡子是卡住的，去学习他们，短肢在上边，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呈现他们当时的那种风采。我是特意从广州过来为你服务的。陶俊是极具骄傲个性的一个角色，这还能怎么翻？你告诉我。但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也经受了非常残酷的现实打击，抢救无效宣告死亡，然后重新站立起来，瞬间要进入战场，愿意倾情一切去付出。你很棒。他是那种冲锋陷阵的，我是那种做思想工作的。老张，你放心。其实吴春光是跟妻子和女儿写了遗书的，因为他们是一线的。七个毫升，他打进去。吴春光这个角色代表的是援鄂的医生。那么在这一次抗疫的过程当中，应该向医疗岗位上输送了几万名医护人员，还有很多那种请战书啊。我们是中国医生，会有战，仗必智，战必胜。只有他们这些专业人士，有胆识、有勇气的这些医生，才会真正的去做到逆行。没错。他们为抗疫做出了很多的贡献，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有多伟大，他们有多么的无私。无数医护人员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，构筑起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，感谢他们永远冲在最危险的第一线，向所有的逆行英雄们致敬。